你没有讲这里是哪里？有一地震公园，但是我刚刚在六十盘的地方看到一个东西，地震裂缝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地震裂缝。地震裂缝？哪有地震裂缝？这不是。而且还是爱心造型的哦。还有爱心造型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市的最长的溜滑梯，它在太平区的921地震公园里面。因为它很多地震。非常长，我来带你来看，而且非常刺激。有没有看到我身后的溜滑梯？这么长。哎，妈妈，他有上去吗？叫幸福道。它的名字叫做幸福道溜滑梯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来试试看啊。可是我觉得它那个，它这个是水泥地啊，不想照太多，应该会很烫。所以溜下去的时候，等一下可能会，应该屁股会烧焦啊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们有一位小朋友要上去溜给大家看，来，跟大家挥挥手。不要用脚去用啦，很烫，对不对？喂，你的脚速度好快哦！你看他其实很害怕。那换我陪你上去溜一次。好没有？好了。就修了，真的是蛮刺激，它速度很快，而且你在溜的时候脚一定要抬起来，你就单纯用屁股去溜。可是因为它地板很烫，那个溜下去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是有一阵烧焦的烤肉味，不知道是我的屁股焦了。你还要再溜一次吗？大家要爸爸陪我。我不要了。你要再溜最后一次，他一直要叫我去陪他去溜了哈、啊，我没法躲。你的帽子来了。你的帽子很慢的。你要不要讲一下？其实我的帽子也可以溜。不过这里很适合带小孩来这边放电啊，把它放一放，晚上就我们就轻松了。记住，下午才来啦，中午真的太热。我们现在是中午大概1:30到2:00，因为刚刚去找食物了，我们刚发觉没什么好吃的，所以就没有介绍了。我现在要躺平着溜，躺平着溜是里面速度最快的，我们来试看。哦。我刚刚这样溜下来，还要躺平的溜，速度才会快。有脚不要去碰旁边那个地方，它就像子弹一样咻，太刺激了。有它整个屁股跟背会一股的灼热感，棒棒。可是这种感觉会让人家渐渐的上瘾，所以我等一下我要再挑战一次。我们已经溜完了，准备要回家了。有点累，这样来来回回十几趟，是蛮累的。一个很密集的溜滑梯。好了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，还有按赞，随时接受我们最新的信息。因为我们家小孩子已经受不了了。拜拜。